我们就先来吃一个榴莲。等一下，没夹紧，嗨。没有场地呀，那我要把这个挪一下，好不好？挪一下。他别把我扎了。盘子，垫一下。熟了，哎呀，我天哪，难起了。哇，好香啊！天哪，啊，香死了！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看起来没有裂口子，但是熟了。自己搞榴莲的次数不是很多。我天呐！真不好吃。熟了，现在我要使出洪荒之力。哦，天哪，差点把我自己给割了，哈哈。再切榴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切榴莲。哎呦，天！
哎呀，还是把打不开呀、啊！哎，这上面已经有榴莲了，来吧，三二一，走！哎呀，就在上面搞吧。哎呀，我天！啊！我洗的手，哎呀！把这个，我今天呢，主要是吃榴莲壳，然后把这个榴莲肉给我儿子吃，等一下他剩下了，然后我再吃一点，然后还有那个榴莲籽是我可以吃的。我这边有一个盘子哈，把它拿出来，让我有点切的碎吧，但是吃起来还是一样的。它喷它，手可以舔一下吧。然后我再接着继续播哈，这个先放在旁边，把这边打开。哇，很好哎，只是让我切的有点稀碎了。切这个壳很费劲，这边还有，哇，好香啊！我天哪，再洗个手，明天把洗手水喝了，开玩笑。都洗一下。这里还有，先弄这边。有肯定不大，哎呀我天，
还是不错的。儿子，儿子，下来吃榴莲。熟了，熟了，给他吃肉，我来吃壳。我看壳没熟，但是打开了以后，里面是熟的。等我洗个手，你别急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熟了没有？哇，开心吗？这个是得到了这么大一盘的榴莲，这个榴莲大概是100多人民币，超级香，超级香。你先尝一口。嗯嗯，先尝一点。嗯，看这一块。你这小黑手，嗯，先尝尝，嗯嗯，然后再加个描述，很好吃，就完了。嗯，看来你学历也不行，跟我一样。小盘子别打了，慢点。嗯，那我就准备来吃榴莲壳了。